最近陈冠希也玩起了直播，和网友亲切互动，但素颜出镜的他看起来十分憔悴，黑眼圈明显不说，八字胡更显邋遢粗糙。有网友发现冠希哥的颜值越来越像本山大叔，也有不少粉丝表示，当年可是小鲜肉一枚的陈冠希现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很多，对比当年的照片，粉丝估计已经哭晕在厕所，岁月到底对他做了什么啊。虽然翁立冠希哥的颜值不复当年，但心态却十分好，所以看起来多了一丝成熟男人的帅气。